22日，艺人孙鹏在记者会透露，儿子孙安佐服完兵役后，打算明年出国留学。然而谈到儿子的感情，孙鹏表示，儿子女友阿乃和他们一家人处得很不错，常常一起吃饭。而老婆迪英也相当满意阿乃的随和，还曾满意到喊对方媳妇。这位是我媳妇，叫做阿乃，然后统称叫宝贝。不过孙鹏对儿子的恋情保持顺其自然的态度，自己没有称阿乃媳妇，只有喊昵称。他表示自己对缘分较保守，毕竟小孩子的选择不是父母可以决定，就像自己年轻时重新选择一次，也不会希望父母决定。至于被问到如果能重新选择，是否还会选择迪英，孙鹏则秒回答：“我不想活了吗？当然啦！”话语一出，也让众人哄堂大笑。